第四天下午的行程，我们来到了 The Mall， 这是一个 outlet， 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比较便宜的精品。许多欧洲精品品牌这里找得到，但是跟百货公司和店面一样的东西不见得看得到，因为厂商一开始把过季的产品放在 outlet 卖，发现一般通路的产品就动不了了，消费者都在等过季来 outlet 卖，所以最后在 outlet 贩售的东西经常来自不同的产品线，比较平价一点点，品质可能比较低一些些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爱名牌的人，这里你可以买到很多很多东西。Gucci 人超多的，排队排到外面来。Prada 看起来好像比较少，但排队结账可能要等到天荒地老。要快的话，建议请老公们先帮忙去排队。我们自己唯一做的消费，其实是在餐厅，因为来到这里是中午时间，吃饭皇帝大。You should come。本节目由 Tricella 智能药盒赞助播出。